推的直播不知道怎么还不中啊，所以说，战友们好，战友们好啊！刚才官媒体试的不清楚啊，大家说卡，所以就停了。刚才试这个推特直播呢还不行，推的直播不知道怎么还不中啊，所以说卡咱就不直播了啊，咱们就调整个两三天，这两天不直播了啊，让盗过贼出手，盗过贼也该出手了，盗过贼现在该出手了，我这个各方面信息。我对他们的判断，他们要出手，等他们出手吧，战友们啊！几位女性朋友，你看看啊，太漂亮了。然后我现在我在这个海边啊，和几位女性朋友啊散步，要散步啊，要兜一兜，转一转。这几位女性朋友都是原来体制内的人物啊，体制内的人物啊。现在我们是前面一根大树，我就在想，这要大树在咱国内，那拿回去盖房子去了，这么粗个树啊！哎呀，这地方太漂亮了，太漂亮了，这个是难以形容啊，难以形容啊！啊，今天，哎呀，今天下午啊，这几位朋友的到来让我心情相当的高兴，相当的好。亲爱的战友们，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啊！国际形势都看在啊，整个国际形势都看清了中国共产党还有盗国贼对世界人民的威胁，和这个丧心病狂的扩张和纳粹主义，而且是无以复加的、没法形容的这种罪恶啊！现在全世界都在声讨，我相信推特公司他们现在已经看清形势。啊，也对他们是个威胁。西方的媒体最后还是站在了正义的一边。亲爱的战友们，我们要珍惜啊，要感恩推特公司给我们大家提供的平台和机会，我们要尊重他们。谢谢所有推特的所有的同事们，谢谢。战友们好啊，现在的盗国贼这几天要在美国所谓的他们强奸案呢。诉讼案呢，在上面做文章，又来了嘛，老招嘛，就这几招嘛，六招，六招，六招，然后来的重复，拿共产党的骗他们大钱，老共产党敲诈老百姓的财富，然后就是干这些愚蠢的行动。这接下来他们又搞什么新诉讼啦，新谣言啦，这都是他们的招啊，大家千万记住，你看着吧。然后海外的这些媒体，那些媒体。还有现在收盗国贼钱的人，想尽办法接触文贵，想尽办法喂假料。你放心啊，文贵不会上这个当的呀，不会上这个当的呀！啊，你们那些小伎俩，别给我文贵玩啊！真的是，我几十年前我放过的屁的智商都比你高，最好省省吧！啊，去盗国贼那去骗钱去，别在文贵这玩啊！得了吧你，玩去吧！亲爱的战友们好，关于今天推出的起诉郭宝胜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看到了啊。我在这之前说过，不会放过一个伤害文贵的人，不会忘过一个帮过文贵的人啊。我们任何一个战友受到了别人的欺负和侮辱，文贵都一定会站出来啊。那么他郭宝胜对所有的郭文贵的战友的侮辱，以及打着郭文贵还有上帝的名义的欺骗，买房子。啊，买豪宅，买服装啊，喝好酒，这个事情绝不拉倒，这只是第一步。文贵说过的话，请大家记住啊，千万别忘了，一个人不要看他说什么，关键看他的行动啊，还有什么黄鹤边儿，什么李洪宽，还有什么袁建平儿啊，这帮家伙啊，你都看着，你都看着啊，不一个不会放过的啊，大家一定看行动。尊敬的战友们好啊！接下来的几天呢，我会调整调整，因为我要跟很多律师和检察官要开会，准备着刑事案件，啊，再一个呢，这个很多政府部门呢需要这个很严肃的带着他们的律师，还有相关的法律部门要跟我谈啊，然后呢，希望能给我提供一定的帮助，希望能得到我的合作，所以接下来的一星期三五天。我就很少这个就直播了啊，
咱给盗过贼，人家得出手啊，得掩盖呀、啊。你那北戴河那开会呢，都在问呢，老同志怎么回事啊？搞了怎么大的个事啊？啊，这是真的是假的呀？去年北戴河，前年都拿着文贵的事做勾兑，这会儿有牌了，人家得打呀。所以接下来的几天我会少一点直播，亲战友们啊，然后等等人家盗过贼出完手，咱们再见，一切都是刚刚。啊，这个当我这个推特恢复之后，接下来凡是反对和挑战我们追求喜马拉雅和打击中国共产党这个盗国集团盗国贼的任何追号，我都将拉黑。过去我不拉黑，现在我必须拉黑，因为我没有时间和他们浪费。我们必须现在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去打歼灭战，定点爆破，从过去的开启民智到达了定点爆破的时代，所以不会浪费时间。我也建议所有的挺国战友，喜马拉雅凡是遇到在这块阴风阳气儿，在这块这个别有用心挑战喜马拉雅目标和我们不是同道者，拉黑，一切拉黑啊，绝不给他们机会。我们要革命啊，大家要记住，不给他们机会，一切都是刚刚开始。郭文贵是权力的猎物，现在证明了吧？你胡淑丽是权力的妓女，权力的打手，这大家都不怀疑吧？现在你看看这个胡淑丽，这冲墙死，脚疼死，然后又在宣传人家说心脏病，家主死，李明心脏病，徐明心脏病，这王健也心脏病。我在几个月前推过共产党的这个神药啊，这个脑天堂心欢死，大家以为我在开玩笑呢，体制内人都知道咋回事，都知道咋回事，多少官员都是抑郁症死，那就是服了药了啊，什么心脏病死，那中南海那老哥们都98了99，他这不心脏病死啊，天天玩女人，天天吃性药，吃了那心药两天都绑绑的，硬的硬的不得了，比钢棍都比钢筋都硬，他的心脏能受得了啊？然后就换肾，是不是换肾，把发动机给换了，做爱发动机换了啊，心脏换血啊，不就这个吗？大家觉得荒唐是吗？觉得荒，你不只有你想不到没得做不到的，你认为荒唐是因为你的无知，因为你的愚昧。中南海人都活90多岁，老百姓只能活45岁就死了。啊，那个江湖骗子张宝胜，59岁，哎，我跟他打过很多次交道，这人呢，他就是个骗子，他啥功夫也没有，啊，我死了，为啥？也知道太多啊，和中南坑里边某家族很熟。你别看那中南坑的很多家族，我告诉好多人都迷信着他，拿张宝胜当爹供着，啊，因为啥呀？内心的空虚。无知，我真不信，我信上天，我不信张宝胜。张红宝，张红宝，